家好，我是丽慧。因为我很关注网络时事，然后我最近看到了网络写一个魔术，就是讲维他命 C 可以排毒，所以今天我要来变魔术。OK， 要准备的材料有什么？第一个要准备的就是这个点，就是拿来涂在伤口上杀菌的。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的重点，维他命 C 一粒，随便一个牌子的维他命，聚集了这三个，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材料，你猜是什么？就是兴奋又期待的心情啊。OK， 所以现在我会加这个点下去，点，因为通常他们会加水加到很多，可是我就用一点点先，然后维他命 C 见证奇迹的时刻。最后你看它就是变成这样子，然后有些商人就会讲，哇，你看它可以把黑色的水变成白色的水，它一定是有排毒效果。这个只是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化学反应，这个化学反应呢在英文叫做 redox reaction。 我稍微要解释一下这个化学反应到底是怎样发生的。第一就是 ascorbic acid， 就是维他命 C， 它再加上 iodine 这个点会变成 dehydroascorbic acid， 再加 hydrogen， 再加 iodide。 不懂的话不用紧，总之就是 iodine 会从本来的巧克力色变成了透明，它并不是魔术，它也不是排毒，总结来讲它就是科学化学反应。OK， 讲了这样多，我的主角就是维他命 C。 因为最近 COVID-19 的关系，然后还有之前那些流感的关系，维他命 C 变成很红很红，它可以说是网红，大家都把它当神那样拜。其实呢，维他命有分成两种，一种是脂溶性，一种是水溶性。而维他命 B 跟 C 呢就是水溶性，而维他命 A、D、E、K 的话就是脂溶性。所以维他命 C 呢它是水溶性，而且我们的身体不可以储存也不可以制造它，所以我们必须从我们的饮食当中来摄取这些营养。维他命有很多很多很好的功能，第一，它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制造某些神经传导物质；第二的话，它可以制造我们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尤其是在我们身体的结缔组织里面扮演很重要的一个成分，比如说我们的血、我们的骨头、我们的软骨、我们的皮肤，那些都需要胶原蛋白。所以当维他命 C 可以帮忙制造这些胶原蛋白的话，它可以促进我们的伤口比较快的痊愈，而且也可以让我们拥有比较健康的牙齿、骨头还有血管那些。还有一个就是它非常出名的功能，就是它可以抗氧化。它抗氧化就是它可以抵挡自由基来破坏我们的细胞，然后来保护我们的细胞。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吸收更多的铁，然后制造那些红血球。红血球的功用就是它会带我们的氧气给我们全身上下。所以既然维他命 C 这么重要，如果缺少维他命 C 的话，我们会造成什么疾病呢？它会造成一个疾病叫坏血病。患上这个疾病，我们的牙齿那些会一直流血，牙齿会非常的脆弱很松，贫血啊，皮肤很干，伤口很难好之类。在这个重要的时期，你有没有听说过吃越多维他命 C 越好？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对的观点。不同的状况、不同的疾病、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都需要不同的剂量，而不是吃越多越好，或者一个剂量打天下。对于成人男性的话是 90mg per day， 成人女性的话是大概 75mg， 而小孩子的话是大概 15-45， 怀孕或者老人的话可能需要到 120mg。 如果你吃太多维他命 C 的话会造成什么的副作用？不要以为它不是药就没有副作用，错了。任何的维他命、任何的中药、任何的药材还是什么东西，只要你吃过量了就一定会有副作用。如果你大量的摄取维他命 C， 可能会造成你落晒、肚子绞痛、想呕等等等等。研究还显示，如果你一天吃超过2g的话，长久以来你还会造成肾结石。个人是已经有过肾结石的历史，或者他身体是比较容易生产这些肾结石的话，他只要1g，长久以来他就会得到肾结石。所以是很危险的，不要自己爽爽就吃多多。而且根据研究，如果你一天吃30-180mg的话，70%-90%的维他命可以被身体吸收。但是呢，一天只要你吃超过1g的话，只有少过50%的维他命 C 会被身体吸收。所以那些没有被吸收的，全部都会变成尿被排出去。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维他命，它也会跟很多的药啊，那些其他的维他命、其他的矿物质或者中药、西药什么，他们可能都会打架。维他命 C 会跟谁打架呢？第一就是在做化疗的癌症病患，第二就是雌性激素，就好像那些有在吃避孕药的人，这些都会影响这些雌性激素，就是一个 warfarin 叫清血的药，刚刚讲了那些肾结石，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 G6PD 蚕豆病，患有蚕豆病的病患大量的摄取维他命 C 的话，造成红血球的破裂，这是很严重的。所以如果你摄取任何的营养啊，还是 supplement 药物、药材中药，你没有经过专业人士的咨询，都很可能造成你身体的负担、副作用，还有更严重的后果。不是每个保健品都适合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状况、不同的年纪、不同的病，那些他们需要的东西都不同。不是你听到谁讲吃这个好你就去吃，或者哎那个人吃那个药吃到很好你就说哎是。如果你想吃任何 supplement 还是什么，你可以去咨询任何 doctor 或者 pharmacist， 你必须告诉他们你身体的状况，给他们看你的报告，或者任何你正在吃的药、吃的 supplement、 吃的那些中药、西药什么，你都要跟他们讲，他们就会根据你身体的状况来判断你需不需要这些 supplement， 或者他们可以介绍更多更好的 supplement 给你们吃。而且保健品跟药物它们有分为很多种，它们有分为 syrup 药水，它们也有分为药丸，药丸又有分很多种，就是有些是可以咬的，有些是不可以咬的，要直接吞的，然后有些是放进那种水，然后它就会擦，然后就可以喝的那种，还有些就是你吃进身体它会慢慢释放的那种，就是每个药物都有它自己的特性，都有不同的吃法，你都必须要询问你的医生或者药剂师，才可以得到最正确如何吃这些药物的方法。而且维他命 C 很怕光、很怕热、很怕潮湿，所以你必须保存它在一个很恰当的位置，才不会让它流失那些它的药性。吃多不多，还是把它保存在哪里，还是你吃正不正确，会影响这些药物在你身体内的分量。每个药物或者每个 supplement 我们都会算，当它吃进你身体过后，然后它经过那些消化啊，它经过被分解过后，它抵达它的目的或者它的目标器官之后，它还剩下多少可以发挥它的功用。所以当你吃错方法，或者你把它保存在不对的方式，你吃太多太少都会影响到它在你身体发挥。为了确保你们吃这些 supplement 或者药物你们可以吃到最好的功效，我们这些药剂师就要一直去教你们讲要饭前饭后这个要怎样吃，要收在哪里，要怎样用。不是我们啰嗦，而是我们要帮助你们吃到最适合的药，吃到最好的 supplement， 给他们这些药达到最好的功效。因为你吃再好的药或者再厉害的 supplement， 在你身体没有发挥它最好的功效也是没有用的。最普遍的问题就是维他命 C 可以预防感冒吗？答案是不可以。科学家也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最近呢都表明维他命 C 并不可以为多数的人预防感冒，除了那些在很严峻的好像很冷的那种气候的国家进行很极限的运动的那些人，这些人的话如果他吃维他命 C 就可以预防感冒。但是有一些研究就会显示它可以减轻你的病症，就是好像你很严重的感冒它可以减轻一点，或者是它可以减少你患上感冒的天数，就本来可能你生病会七天它变成五天这样子，但是这些是非常有争议性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讲的，他们讲是不是吃越多越好，吃越多的话你身体越不可以吸收，而且还可能造成一堆的副作用，落晒啊、肾结石那些。而且我刚才有提到一个，就是维他命 C 会提升我们身体吸收铁，那些如果身体已经有遗传性天生的过多的铁的病症的话，那再吃大量的维他命 C 对他们来讲是很致命的。第三个他们就是讲维他命 C 可以不可以预防癌症，可惜的就是很多研究都显示吃维他命 C 并不能改变你得到癌症的几率，就是它不能减少你患上癌症的几率。第四个的话就是维他命 C 可以不可以预防心脏的疾病，有一个研究显示它可以减少你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反而这些研究都会提倡多吃水果多吃蔬菜，才可以大幅度的减少你患上这些心脏疾病的几率。我们都提倡要吃原食比较好，
原食就是那些 original 的水果、蔬菜等等，因为它含有的不只是维他命 C， 它还有含有其他的维他命，就比如说一个 broccoli 花椰菜，它含有很丰富的维他命 C， 但是它不只只有维他命 C， 它还有维他命 A、维他命 K， 然后还有那些纤维。蔬菜和水果本身就是一个 多元维他命跟多元矿物质的一个营养品。 Supplement 的产生就是给几种特定的情况，第一就是当那个人患有一些疾病，他从食物中并不能摄取足够的营养时候，他就可以吃 Supplement， 而且是医生或者药剂师建议他吃那些 Supplement 来补充他所需要的营养。或者那些人有偏食之类的，他不能从他的饮食真的摄取到那些营养的话，我们就会推荐他吃 Supplement。所以如果你们要 promote 你们维他命 C 的产品，你们可以做这个实验来讲你们的产品是真的有维他命 C。 因为把点变成透明色就是你产品含有维他命 C 最好的证据了，而不是把这个普通的化学反应吹水成讲这个有什么排毒效果，有什么什么很够力的效果。所以任何的保健品，任何营养品，它只能补充你身体所需的营养，它不是药物，它不可以治疗任何的疾病，它也不可以说如果你吃了这个某某产品它就可以帮你预防什么什么什么疾病。当你们说这些夸大的广告词的时候，你们都要非常小心，因为可能真的会有那些患上这些严重疾病的人听信了你们的话而不去吃药。就是在医院看了很多这些，他们可能听信朋友、家人、亲戚或者其他，他们不去吃药，而是去吃这些保健品、产品之类，导致他们死亡。如果想摄取更多的营养的话，你们可以跟你们的医生或者药剂师说，不要偷偷吃那些 supplement 或者中药，而来影响你的病情或者你的药物。那我还是要老话一句，就是不要因为那些夸张的广告词而去买那些不适合你的产品，或者会造成你身体负担、副作用的产品，那只不只是没有帮助到你的身体，而且还害你的钱包破洞。终于讲完了，很热。